刚刚检查你的子宫有粘连现象，应该是之前流产的后遗症，以后恐怕也会很难受孕。黄冠廷，都是你害的，你害我失去囡仔，失去做查某人的权利和幸福。就算我搁较有钱，也无法度弥补你对我造成的伤害。拍谁拍谁？哇，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宝宝的心跳声呢，原来这么好听。我感觉足奇妙的，我改当我看卖宝宝穿裤子。推慢一点，来。噔噔。哦，医生讲宝宝的发育愈来愈好啊。嗯。啊，不过还是看不出来到底是查甫还是查甫的。也不要紧啊，靠在人生囡仔嘛是安尼啊，落啊等生来了才知影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所以好像全无差吼。嗯，嘛有道理吼。那安尼你希望是查甫还是查某？嗯，好像像拢会用的呢。嗯，那是查囡仔嘛袂歹啊，因为查囡仔就大心的，会当甲伊做好朋友。嗯，查囡仔较好带，若是搁会晓生奶就搁较好。啊，不过是查甫的，好亲像嘛袂歹，因为我个性就较粗鲁啊，我当甲我的 baby 做哥们。不要紧啦，回你只头一胎，你还有机会生第二胎哦。哎，林慧君，别甲我讲你有梦着啥呢？真好个啦，你太表情啦。无啦。哦，啊，你刚好学好要替囡仔取啥名？小小叶。小叶叶，小叶叶，叶叶叶。白叶豆腐啊！哦，可爱可爱，白叶豆腐可爱。白叶豆腐啊！高水高水啦！凭什么蔡小叶会当遐尼啊幸福的等囡仔出世？我煞一个人承受失去囡仔以后的痛苦，甚至就有可能永远拢无法度有生啊！天公伯啊，你对我真正是太过无公平啊！我为黄冠廷那边所受的侮辱，拢是娶家的人害我的。尤其是那个上袂见笑的细姨，竟然阁超过伊走去山顶加骂道，这所有一切，我一定拢要讨回来。小叶姐，我要讲一点要讲啊，过来先交代。好。我肩膀靠刚袂记疼，袂记疼，你搁找看卖啦，靠地啊。真正无啊。你敢会记得看别个？啊有啊，我拄才伫咧柜台遐，甲我妈传讯息，就看到遐袂记疼啊。哦，好啦，我等你提，啊你先伫遮等，妈袂走。来啦，多谢你啊！一孕傻三年，嗯。宝宝，妈妈拄只皇宫一孕傻三年，拢厉害啦你。阿姆哥，拄只医生讲哦，你是一个足健康的宝宝哦。妈妈真正足期待甲你见面的呢。不管哦，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，我不要紧，只要你健康平安就好。妈妈等你哦。
是不是只要把蔡小叶因母仔消失伫你的面头，你就会愿意把迄块地卖给我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会当完成你心愿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别刁鬼讲一挂有诶无诶，甲我气呐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只要我会当完成你的心愿，把蔡小叶因母仔消失，你就会把手头迄块地卖给我？无唔对，马上你的愿望就会实现。蔡小叶，多谢郎。敢是林慧琪啊？小叶，小爷，小爷，救救我家己！